为什么说肖战是当代娱乐圈仅存的美男打击脸？是，如今基本是能够盖章肖战是美貌的了。现在好看，那以前就是好看的。有句港剧，人都是被衬托出来的。来看看他的队友是什么外星人美貌，这人都是爱慕美丽的。一对比，高低立下，丹凤夹杂桃花，魅惑动人，妲己的脚气叫唤，有的。为啥魏无羡要上下其手呢？还是寄希望肖战早点出本《用眼神身姿无形秒杀女人指南》吧。未来的封神榜，请让肖战演苏妲己九尾狐，好不好？